今期选晒月刊有我市民游同埋精彩内容。婴儿奶粉大检测，九成验出污染物同基因致癌物。薯片薯条验出含可致癌物丙烯酰胺，七成粟米脆片虾片高脂高钠。边款电池最抵用？测试发现碱性较碳性电池寿命长超过两倍。另外仲会介绍七款免费手机应用程式的影片编辑功能，比未收费程式。想知详情，记得睇第526期选择月刊。